2012，7月19日，现在是1:05，刚刚上厕所，刚刚吃东西，吃完上厕所，那我看到妈妈的嘴巴呢，妈妈的嘴巴那个有点干，那我给她试试看练习吞咽，那刚刚吞咽的还不错，吞下去哦，我们吞，我要转过来一点，不然的话会从那边右边跑掉。口水吞进去，口水吞进去，妈妈口水吞，口水吞进去啊，好不好？你嘴巴合起来，嘴巴合起来。
要上去了，先上去，嗯，先上去再买餐了。屁股要不要？屁股要不要擦一擦？清洁一下，因为还没有擦屁股。啊，OK 了，没问题了。这个先装一下，因为里面有人不能装水。等一下，他的屁屁那里，肛门先跟他擦一下，擦干净了。嗯哼。等一下，让我照一下。你等一下放着，让我照。咦，不要弄在上面呢。对对对，看在旁边这样。那血又不太清楚，不是清楚的血。好嘎仔哦！哈哈哈，刚才不是很清楚的血。这是我先知道的。嗯，你不要弄在上面，嘿，这样我比较。喝进去呀、啊，还是都留下来？没有吃东西呀、啊，肉成狗了，什么肉？屁股的肉。先蒸下来。哦，坐太久了哈。最后一口才呛到，都没有呛到啊。